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，我是主持人子萱。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比 ins 愚人节更新为新书做宣传的新闻。4月1日愚人节这天，科比的 ins 账号更新了状态，配文欢迎回到德伦，我希望你们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每周换的另一个神奇赛季。乌兹纳德系列第一季现在已经推出。那这里面提到的德伦呢，是科比系列小说中描述的一个地方。这条 ins 的配图是科比公司出品的该书的海报，图片上印着有时候胜利意味着战胜自己。而在科比妻子 Vanessa 的社交媒体上，他也发布了相同的内容。